是画里的爸爸，爸爸，可乐找着爸爸。停一下，告诉叔叔，你妈妈呢？妈妈，快醒醒！爸爸，你为什么要坐轮椅啊？你和韩东来什么关系啊？前任而已。我们是不同阶层的，我现在只想喝可乐，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听说人死了能变成天上的星星，如果我有爸爸的话，这样妈妈就会有新的孩子，等可乐不在了，妈妈就不会伤心了。所以你能答应做可乐的爸爸吗？韩叔叔是我未婚夫，不是你爸爸。我儿子怎么会做你的爸爸呢？是不是你妈叫你胡乱认爹的？你果然是回来和我抢东来的。死吧！小心！东来哥哥是我的。钟灵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你真的能原谅六年前的我吗？当然不能了，但我能原谅现在的你。妈妈每次不开心都用这个本本画画，你的脸我经常在妈妈的画册里看到，你肯定是爸爸。你知道这六年我有多想你吗？你能不能快一点醒过来？帅爸爸，可乐都想你了。所以你能再接受我一次吗？我想好好保护你。